Mosh， 应该复原了吧？摩西摩西，啊，好了，复原了，复原，好了，好了，黑如真谈，好吧，那我们再从头再一次吧。ベルド、お菓子の家、ベル与糖果屋、はじめから。为了生病的妹妹，啊，汉斯呢，前往了邻国去寻找高明的医生。离开了十天，当汉斯回到家的时候，妹は姿を消していた，妹妹的样子消失了。汉斯拼命的找啊找，但是还是找不到妹妹。经过了三天，啊，接下来就是演本本的内容了，啊，不是我的意思，是说温馨的内容。いや、そんな子は見てないね。哎呀，没有看到那种女孩呢。そうですか。わかりました。是吗？我知道了。这是我们的主角汉斯，好像有点帅。哦，マジなさい、坊や。等等等等，年轻人。嗯。あ、なんだ。この村の人じゃなさそうだけど、ラクシ村の人かい？你是拉克斯？去问过拉克斯村的人了吗？啊，不，没有。そうか。それな、言っておくけど。那我就跟你说一句吧。北边的森林绝对不能去哟。北边的森林，为什么？这附近的村人呐，知道的人都觉得没法啊。那边被称为黑色的森林。あそこは、あそこには魔女がいるんだよ。在那边有一个魔女住在那里呢。魔女啊，昔子供たちが何人も。就是说很久很久以前啊，还有一堆小孩子们都不见了，据说是那个森林魔女的杰作，一定没错的，引起一阵大骚动。从那之后就再也没有谁靠过去了。伊藤さんのことは心配だけど，我知道你很担心妹妹，但是绝对不能去北边的森林哦。ご祝福どうも，谢谢你的忠告。好，主角有点帅，旁边还有一个小萝莉。やだ、何その虫？啊，这什么啊？什么虫子啊？滑滑的，哎呀，好恶心！すげえだろ，好帅！你不觉得这个虫子上面有个人脸吗？靠背啊，虫子上面有只人脸，哪里帅了？莫名其妙，你有是能登面包虫吗？啊，你从哪里抓来的？哎呀，别杀他，别杀他那个虫子！都要得，怎么办好呢？一只一只把他的脚拔掉吧。小孩子根本混蛋。哈哈哈。哎呀，这虫好弱，弱毙了！啊，他这个脸啊，上面还有雨根的样子呢，哼哼，真是的，哼哼哼，哈哈哈哈。人の顔みたいの，有人脸的样子。这个游戏有残酷残虐的表现啊，游玩或者观看人请自己负责。好，在前面请不要进入。看，你不会开场就去北森了吧？有这么急吗，大哥？我知道你长得很帅啦。哦 ，Ham Cool Cam。在邻国有名糖果店的杰作，为了妹妹而买的巧克力啊，汉斯的主食。看你为什么主食是巧克力，你有没有问题啊？啊，可以只容你手不容你手的巧克力。准备跑步，不行。哎，有个笔记啊，这是游戏的教学。Middle， 看看吧，操作方法：移动 key 2468 Enter Space Menu 00 F1 可以 customize、啊、不用，没差。所有道具会自动使用啊，所以不需要打开。
但是啊，但是因为你的所拥有道具跟故事的进行跟故事的理解是有关系的，所以请你好好检查一下你的物品。人物笔记，有登场的角色们会在人物笔记里面出现，那还有登场之后就会更新。哦，这主角的比例还蛮帅的嘛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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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干，好久没玩恐怖游戏了，总觉得好像有点紧张。哎，有个木头。应该不会很恐怖吧？禁止进入，左边拉克利村，好，回村子。哎呀，昨天已经去过了，不能再去了。干，为什么？我想不能回村子睡觉吗？村子，哦，好吧，知道前进了。哎，W 川安，那只能前进了，没有别的选择了。开嘞，回去吧，人家都叫你回去，你为什么还要前进呢？好吧，人家叫你回去，为什么你还要前进呢？主角，你到底有什么毛病没有？啊，鸟的声音也都没有了，你发现了吧？开嘞，回去吧。对啊，都没鸟叫了，快回去吧。等我一下。好，go go，继续。好，继续啊，哦，这是主角啊，看起来很猛啊，不要瞧不起人家好吗？有水流的声音，又有一个烂掉的木头。开嘞，回去吧！你看，还有骨头呢，还有人骨呢。哦，不是动物的骨头，抱歉，白骨化的动物的骨头。人家跟你讲回去，你就坚持要往前，你到底有什么毛病没有？哎呦，我一开始就看到糖果屋了。哎，上面那是大蒜吧？骗谁啊？哪是糖果屋？明明叫大蒜屋。你不要以为里面都吃饺子为生，我告诉你，吃饺子沾酱油。名叫大蒜屋，骗我没读过书。Margherita，Margheriti 什么东西？玛格列特，马卡龙还是什么东西？随便，反正大蒜就大蒜屋嘛，骗不了我的。おかしのいえへようこそ、マリア・マグダレーネ。欢迎来到糖果屋，玛利亚·玛格列涅。啊，在屋边啊，屋顶是用巧克力做的，然后呢啊，还有上面还挤了一坨坨的奶油或者是大蒜。啊，屋顶是巧克力，哦，是小笼包是吧？原来是小笼包，原来是顶泰丰。你好，请问要一克炒饭吗？哎呀，糖果屋里面，哎，老板接客啊！你以为鼎泰丰有名就可以不用接客是吧？也打扫一下好吗？二楼挤得要命，转厕所还在转角那边，有够不方便的。有一个老旧的石头造的炉子啊，还有锅子，什么里面没有东西，石头做的旧式的厨台，然后日用品，炒饭嘞，鼎泰丰炒饭最好吃了，老板给我炒饭。石头做坚固的暖炉啊，人类好像可以塞得进去呢。你一定要讲那么不吉利的话吗？不要小心别受伤了。木头制的床，但是好像有被刀子割坏的痕迹。在木箱中有衣服。嗯，哪天就没地方走了呢？不，哦，没事，翻书的声音啊，跟魔女有关的考察。一，叉叉叉叉年发生的灾害是魔女的杰作。那么呢，这个发生了啊，就是谜样般的雷，就是雷击的痕迹去调查了。一个晚上啊，就是把村子毁灭的魔女的诅咒，还有我询问那些活下来的村人们。魔女は生きまれてから魔女なのか。魔女が魔女たるすことは。魔女生下来的时候就是魔女了。魔女之所以为魔女，就是魔女。讲一堆屁话，跟没讲一样。魔法とは何か。
魔力は存在するのか？魔法是什么？魔力是存在的吗？一发在发生过科学无法证明现实中发生科学无法证明的现象。人体发火是科学有可能以科学解释吗？在这世界上有很多确认过人体发火的谜。三探索奇迹的真面目就是魔法。偶然が偶然呢？おいしいお菓子のレシピ，好吃的糖果的食谱。啊，ハムクリーム是什么东西？哦，有年轮的那个蛋糕，就是年轮蛋糕吧？我不知道中文叫什么，忘记了，就是那个年轮蛋糕啊，要用专用的窑啊，很多人会用专门店做出来，很有人气呢啊，适合送礼的礼物呢。贝鲁丽娜啊，贝鲁丽娜里面有塞果酱的甜甜的面包。啊，很多在蟹肉季的时候就当主食，所以这是个点心教学是吧？啊，有一本二十年前的内容 ，Hanselu 的 Credit 哦，这就是那个嘛 ，Hanselu 跟 Credit 就是糖果屋的画本，二十年前要读吗？读啊。あるところ Hanselu と Credit ととても長のいい兄弟がいました啊。就是在某个地方有个叫做汉森跟克雷，中文叫什么啊？克雷蒂鲁吗？克雷蒂啊，非常非常非常感情非常好的兄妹。有一天，他们两个人去采草莓，结果不小心进入了黑森林，在那边啊，哥哥汉森啊看到了一个用糖果做成的家，很可爱，哪边都有看起来好吃的糖果的家。妹妹克雷蒂非常非常的开心。ところが。このお菓子の家はマリア・マグレットという魔女の家だったのです。话说回来，这个糖果的家啊，就是玛利亚·马格塔莲涅这个魔女的家呢。汉森呢被魔女抓住了，那么呢克雷蒂也正要被跟汉森啊要被煮来吃。那哥哥汉森呢啊就是要被丢到锅子里，妹妹就是被放那边，两个人呢都要被魔女啊做成料理。主角叫汉斯。啊，两个人要被魔女做料理，きれいに食べるしましょうだ，要被漂亮的吃掉了呢。啊，所以说孩子们呐、啊，绝对不可以去黑之森哦。哇！fuck！ 啊，誰がいるのか？有谁在吗？刚刚最后一句我没看清，好像是说什么不要去森林啦、啊。一楼有什么声音？ダレガイル？有谁在吗？啊！但是他说这个糖果屋的故事结局是兄妹被魔女吃掉了，跟小孩子们读的故事有点不同呢。就是一般我们读的那个糖果屋，最后是魔女被丢进去煮掉了嘛。没有人啊，いない，没有人呢。汉斯，哪里的？是谁？哦，汉斯，嗯，助けて、ハンス、怖いよ、早く来て，救救我，汉斯，好可怕，快点来。マルグレーダ、なのか。是马卢卡内丁吗？不对啊，马卢卡内丁不是魔女的名字吗？还是她妹妹的名字啊？我、哦、看好多猫哦，好可爱哦。哪里把修一带？这什么地方啊？汉斯，黑色长发为特征啊，有一个红色五角形的 Bias 耳环吧，是吗？还是什么环之类的？哦，妹妹叫 Maruga Lady， 哎，可是，哦，魔女是叫做 Maguta Lady， 然后妹妹叫做 Maruga Lady， 你们可不可以不要取那么像的名字？可不可以差一点？有够像的哦，妹妹是 Maruga Lady， Hanselu 就是在那个故事里被玛利亚魔女给吃掉的哥哥，然后这是被烤熟的，这是被煮锅子煮熟的，这是魔女。
欸，小猪你好。哦，不是，是狗，靠北，用长像猪一样啊，有人养的狗。猫哥哥，野猫，没有人养的狗吧？野兔子在那蹦蹦跳，等下就用小兔子按黑无限破了。小鸡。なんかどんなどいるのわからないか。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，都しごとない，没办法了，后面也被挡住了，只好继续往前进吧。嗯，猫咪叫了耶，好可爱，干嘛？嗯，好可爱。嗯，猫咪你怎么身上红红的？叫你不要吃番茄酱。哎，你们怎么全部都红红的？这狗的头还不见了。なんの冗談だ。これは这什么？啊，规则说明啊，逃跑那些从那动物身边逃跑吧。被动物碰到的话，汉斯的精神值会减少，零的话就结束了啊。然后遇到地面有那个东西的话，可以跳过去哦。但是最大跳跃是四格哦，那么简单，可以跳过去是吧？多雷克拉，好快好快！我跳的 jump 啊！看我有经过那些鬼畜游戏的严格，怎么不 jump？ 这专业训练怎么可能难得倒我？好了个 jump， 好了个 jump 成功！哇啊啊！妈的！为什么瞬间暴血靠背哦？看作者撞到之后不是应该要瞬间不能判定的吗？为什么你撞到瞬间会有连发判定呢？作者你真的没问题吗？作者你到底会不会设计游戏啊？干，我觉得我要去了。干，作者不能这样！我第一次到底怎么跑？我第一次怎么跑得那么顺？我觉得好像不太妙，就开头一开就卡关了，卡我腰。我觉得今天，哦，闪神了 ，fuck！ 啊，这游戏怎么那么虐啊？我刚刚第一次到底怎么跑的啊？我是把精力都放在第一次上了是吧？斜上下上，哇、哦！你老师哎、欸！走那样很危险，反正，哎，大丈夫，哦，嗯，不能，你只有到那样可以跳，嗯，难难打口雷哇，这什么啊？啊，就那个啊，番茄汁啊，你没喝过番茄汁吗？嗯。哎，米娜，那你多克鲁格啊？从包从哪里听到了歌声呢？哎，可以走嘞。哎 ，Protective 13你好，不对吧？我看过你啊，还是我在别的地方看过你？
哪里有歌声啊？干，都没有歌声啊！搞骗！哎，有歌声呢，真的有歌声。哎，你在做什么？你为什么一脸天真无邪的在搓什么东西？少女啊，舞台一大个啦！少女一面唱着歌，一面拿着刀，不断的往小动物的尸体刺了又刺，刺了又刺，刺了又刺。然后呢，把那些沾满血的四肢一刀一刀的切断，原本是什么动物已经看不出来了。お前は誰だ？你是谁？玛利亚，玛利亚·马格雷娜，玛利亚，马可塔雷娜。那，你大头什么？别的，消失了。少女のいばる場所に，在少女所待的地方掉下了一本书。一本很古老的日记本。玛利亚·马格雷娜的日记，9岁，玛利亚·马格塔莲娜的日记，9岁。哎，各位午安。用密码卡读吗？读啊，不然嘞。叉叉月叉叉日 ，Q 啊五三给你可多西达啊！今天杀了兔子呢啊！再把他的耳朵啊那边拔下来的时候，有点难拔呢。头呢啊也拿下来了啊，头就很好拔。还有身体，等一下就把它切开吧。だけどあまり楽しくなかった，但是好像不是很好玩呢。最近计算呢都不吃呢啊，对啊，最近啊，对于杀小动物已经杀到腻了呢。叉叉月叉叉日，我爸讲噶啦，我摸西罗伊哈纳西基达，从奶奶那边听到了好玩的事情呢。啊，秋文武的 you day， 不知道什么东西说的啊，秋文武不知道什么秋文武说的。木加西啊，就是以前呐，木加西行的多啊。トビオタベサデインダンダダ，在很久以前，死人呐、啊、会被鸟给吃掉呢。イナワタシノタベネミダイ，真好呢，我也好想吃吃看哦。叉叉月叉叉日，どなりのお家にカちゃんかうまれた，某个家里呀、啊、生出了小孩子呢。すごくかわいい女の子，好可爱的女孩子呢。マルクでほっぺたがもモチモチしているの，那这里脸颊就是粉粉嫩嫩的啊，抱抱他啊，抓抓他啊，就是简单就可以把它拿走了。お母ちゃんの肉で美味しいのかな，小婴儿的肉好不好吃呢？まだ声が，又有声音。9岁，哎，同一份吧？哎，这是一样的、啊。不要往下。然后小婴儿的哭声。好嘞，走错了吗？刚好听到婴儿的声音，哎。啊、哦，有了有了，在暖炉的深处有一个小婴儿的哭声，但是因为暖炉中实在太宽广了，看不到尽头，也不知道声音的主人从哪传来的呢。在里面看到了一个光，要进去吗？进去吧，我也没别的选择啊。到了新地方，哦，暖炉里的新世界。
これは家の中か。这是某个人家里吗？マルグレータ、マルグレータ、难道在这个地方吗？就是他的妹妹了。对，我们以后魔女就叫玛利亚，然后妹妹叫马鲁格列塔。反正名字比较长的那是妹妹，名字比较短的是魔女。哦，这谁？哈斯哈斯是魔女吗？哦，不过虽然肚子上有点红红的，应该是番茄酱沾到了。啊，有一个腹部破裂的少女躺在这里。ごめんね、遊ぶだけだけど、お腹の中からばって。抱歉啦，说要跟你玩，可是肚子里面去，我的内部全部都被魔女给吃光了。君じゃないの？私を呼んぶたの？不是你吗？叫我的。有日用品，还是就算他肚子没了，还是看一下他的胖子吧。啊，有个可爱的少女，可是好像没有头，是吧？他是没有头吧？还是他头比较扁？少年呐，没有头的上半部，没有头的少年，肌肉肌肉弥奈的哟，不要看了。やだな、恥ずかしいな、讨厌、好害羞哦。あ、遊びたい気分じゃないんだ。あ、他のあってだよ。我不想玩啦，你去那边。靠背什么 BL 剧情？还在摆腿耶，好萌哦。虽然没有头，哎呦，这是头怎样？头少一半是吧？画册。We do put lookies, I'll be damn help ya。看三小啊，听不懂啊。经过战争的 We do blue kiss，有人知道是谁吗？画册。We do we we b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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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lue kiss，不知道是谁，就是画的那些。哎呦，这什么画？干，这有毛病哦！这不是叫画，这乱涂的好不好？Title 标题痛苦。こんな絵が何がいいんだろうか？这画有什么好的？我这样觉得。啊，有很多残酷的童话，还有很多魔女当坏人登场的小说。啊，里面有很多红黑色的液体。啊，盖上了盖子，没必要打开。少年的背上呢，长了一把深深的刀子。被刀刺的少年，あれ、君、どこかで会ったことない？哎呀，我是不是在哪里看过你呢？柿の知りない人いない。没有，我没有认识的小鬼。なんだよ、什么嘛，居然这么说。僕はここはインターンだよ。啊，僕はここにいた。我在这里哟。我在玩呢。啊，对了，暖炉的那个房间呐，有那个汉森啊，跟库雷蒂鲁在那里哟。那你到底该录的？你说有谁在？啊，少年继续画的画。哦，马上就第二章了。他一章怎么不到5分钟？好快。哎呀，这里有一个。等一下，这里怎么多了一个少女？刚刚没有她，对不对？回头，刚刚没有那个少女，一定跟结局有关。回头，赶快回去找她。刚刚没有那个少女的说，哦，一呆哟，好痛！啊，少女的两眼呢是深深的大大的窟窿，然后在那里面，她的两眼啊，少女用脸遮着她的两个窟窿的眼睛，从那里面渗出了好多的血。我是以为他是杀了动物追过来的，没想到就是刚刚是追着杀动物的少女过来，就没有想到这次看到了一堆被杀的小孩呢。誰がいるの？失去两眼的少女，有谁在吗？回答他，回答他，你好。お前、魔女に食べるなのか？你被魔女吃了吗？ごめんなさい。ごめんなさい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何を謝っているの？你为什么要道歉呢？私、黒い森で遊びちゃいけない。知ってたのに、ごめんなさい、ママ。ごめんなさい。我明明知道不可以在黑森林里面玩的，我明明知道的，妈妈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